杀了他就可以救你的母亲，可以救你的心上人。是你毒死皇上的！我不想当皇帝不行吗？我不想死不行吗？就要出一个你这么没志气的软骨头！文武别杀我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！马上颁布哀家懿旨，改立皇长子秦佑为东宫，即刻登基，求殿下继任皇位。周一至周五中视八点档《倾世皇妃》。